有请主持人赵川。谢谢现场的观众朋友们，谢谢大家。欢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走进天津卫视的大型情感节目《爱情保卫战》，我们来看看今天请到的几位老师是谁。他们是著名的节目主持莎娜老师，欢迎。华谊嘉信的高级副总裁曲伟老师，欢迎。著名的节目主持人严炳红老师，欢迎。胡磊老师，欢迎。了解一下今天第一对嘉宾朋友的基本情况，各位请看。我们已经结婚两年的时间了，现在我俩在一起，我是做什么都不对，还要天天被挤兑，我真是受够了。我跟他结婚太草率了，我什么也没有得到，现在过的日子我本来也不满意，我还不能说吗？我现在根本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，这样下去我是没法过了。我觉得他没什么资格跟我提要求，我觉得今天这样的结果不是我一个人造成的。一对剑拔弩张的夫妻，老师们会如何帮助他们呢？掌声有请这一对，有请。华先生25岁，来自贵阳，形体老师。张女士25岁，来自重庆，美容师。有请。欢迎两位啊！现在在哪个城市生活呀？现在在重庆生活。哦，你老家啊？对对对。是大学同学吗？对，我们俩是大学同学，就一个大学，然后也是同班同学。谁追的谁呢？是我开始追的他。啊。本来我们俩不是一个系的，刚开始只是觉得他长得挺帅的，然后两人就互相来往嘛，然后后来两人谈上恋爱了，然后就为了他转到他们的系，他们的班。你还转系转班啊？对对对。厉害啊！特别喜欢这种高高帅帅的，是吧？啊，我俩身高差得挺远的。哦，你多高？我净身高可能1.53米吧。你呢？我1.88米。哦，结婚两年多了哈。嗯，对。咋啦？今天来的目的就感觉跟他过不下去了，他现在越。因为这次和我吵架，他就回娘家了。哦，这还只是吃的方面。吃的方面。对，精神方面。精神方面。更过分，就有一次他朋友嘛，就求婚嘛，在那个 KTV 就搞了个包房，然后布满鲜花、蛋糕、戒指这些。就当时他看到那画面挺感动的，然后回家就跟我说：“你也必须给我一个星期之内弄一个这种惊喜。”
当时以为他开玩笑嘛，我就没往心里记。然后到时间了以后，他就说：“哎，你给我的惊喜呢？”我当时就懵了，然后他又和我吵架，怎么哄也哄不好。但是是你自己答应我的，然后一个星期过去了，你啥都没准备，不是闹着玩吗？真是。这是婚前婚后啊？就婚后嘛，她怀孕的时候，后来嘛哄不好，怎么哄不好？然后我就寻思着在网上看一下怎么搞一个惊喜，就在车后面搞了一个气球还鲜花戒指嘛，我觉得挺惊喜的，但她觉得我是敷衍她，对她不上心。哦，真的？但是他是对我不够上心的，你说别人就是求婚都办得那么深，不是你都结了婚还求什么婚呢？可是我俩在一起就是他啥也没给我，然后现在都怀孕了，然后我朋友他们就能得到这样好看的求婚。不是，那他啥没给你干嘛嫁他呀？不是，你说现在我们孩子都1岁多了，他就反正自己也没照顾过，虽然我也没照顾过，我和孩子就感觉什么都没有得到，孩子2个月就没有吃奶了，刚出生社会嘛，又没啥钱，就出来上班。你说孩子2个月就隔了奶，真的挺可怜的。哦，2个月断奶了是吧？然后他父母每次说来重庆看孩子嘛，每次就只是说，又没有真的过来看。你说要是真的想过来看孩子，就直接来了。哎，你跟你婆婆关系怎么样？就婆婆好像就不太喜欢我。为啥？有一次我母亲没有不喜欢她，是她老是小气，以为我母亲不喜欢她，就因为当时结婚的前一天嘛，她和我吵架，她说她要回重庆，都在贵阳，第二天要举行婚礼。不是，你说那天就是下雨，然后下那么大的雨，然后她家住在那种小路上边，然后两边都是田，中间一条小路，然后每次下来的时候都是她背着我下来嘛。然后当天晚上，然后他为啥都要他背你呢？因为我确实没走过那种路，而且都穿的高跟鞋，那就特别陡。然后那天晚上他母亲要回家，然后他母亲走了，他都跟我发飙，就说你咋这么不懂道理，你不知道去送一下他吗？对啊，我当时真的觉得很委屈，因为那路我真的确实不会走。然后我啥路你不会走啊？然后我穿的高跟鞋，把鞋脱了呀，在下雨呀，很大的雨，穿个平底鞋呀，就没有鞋啊，那种情况下确实没有鞋。然后他就觉得我很不懂事，就不去送他妈妈。当时我其实只是想让他和我母亲亲近一点嘛，就只是这个想法。然后他就误会我说，那你咋不送你妈？我当时就开车嘛，那车开不上去。你咋不把你妈背着走啊？不是，我当时是因为那，你回答我，我是想让他和我妈有关系近一点嘛。他就背，你妈就不背，不是，对吧？所以你也别说他了，可是哪都不懂事。可是后来就我俩吵上了，他就对我又凶又吼的，我实在受不了，我就走了。然后不知道怎么的，他妈也知道了，他妈妈就来调和嘛，然后这件事就过去了。然后之后他母亲就说我挺小气的，怎么怎么的。反正这不是婚前的事儿吗？就让他过去吧。啊、接完婚现在呢？现在的话就是我母亲，然后还有我奶。
嘴上这么说，实际上我哪有觉得你没用啊？我觉得他老是伤害我的自尊心嘛。那你说每次回到家然后就玩起自己的手机，啥也善良又大方又温柔嘛，但是结完婚以后就完全变了一个样子，就不再是大学的样子。哦。比特问卷，哈先生、张女士，你们好。
你一定要适应调整，孩子来了，你作为母亲一定要承担起这份责任。可是呢，你并没有把自己心态从一个别人的妻子调整为一个孩子的母亲。刚才让我很诧异是说，你回答川的问题是说我带不了孩子，何等的理直气壮，你为什么不能尽快去调整自己呢？就如同你对待你丈夫的这种态度也是调整不过来，所以你无法尊重他，因为你觉得他没有用。这不是气话，这是你骨子里觉得一切其实有你很大的责任。你现在对他所有的指责其实都是在把自己应该承担责任怪罪于他。所以呢，女孩你要把自己心态调整好，当你调整好自己心态之后，你会发现自己做得蛮过分的。不尊重另一方是婚姻当中的大忌，他做的很多努力是不错的，在我们看来很多男人做不到，又在外的挣钱还要做家务，而且呢孩子你又不带。要是我作为孩子的父亲来说的话，我觉得这是你做母亲最大的不合格之处，明白吗？包括对他的母亲你的婆婆来说，其实言谈举止当中你也不够的尊重。为什么人家好心好意过来帮你坐月子，然后坐完之后你就让人回去了？难道他们不想看到自己的孙子吗？同样也是要看到的，对不对？所以要多体谅对方，然后足够的尊重对方，我觉得问题都会迎刃而解的，好不好？你也别拿出回贵阳这件事来说了，你也不是真心想回去，回去也解决不了问题。其实你要体谅他妻子，他在面对的快速的变化的时候心态上是有些问题的，你要多体谅，好不好？好就这样。我觉得你们中间非常核心的一个点，
真情六十秒。其实我特别怀念读大学的时候，你特别的包容我，理解我，但结婚以后就感觉你完全变了一个人，没有给我一个男人的尊严。我希望你自己好好想一下这一点。其实你也知道的，我以前不是这样飞扬跋扈的一个女人，有时候也挺小女人的，但是后来因为经历了这么多事情，把我变成现在这个样子。我希望你能够在以后的日子对我上心一点，不要一回家就玩手机，沉浸在你自己的世界里。我也会好好想。来来来，取出来吧，把那个鸡。这边应该是女生放的是吧？啊，对。哦，大众菜谱那边应该是男生放的。车钥匙啊，说说吧，女生为什么放本大众菜谱啊？因为我妈也经常跟我说，就有一个女人啥都不会嘛，然后让我就在她回家的时候能给她做上她喜欢吃的菜。那个菜谱还是我妈从她姐姐那边借过来的。行，你车钥匙啥意思啊？车钥匙就是我父母他们买给我的嘛，想到现在有娃，还有她，还有我岳母，还有奶奶在这边嘛，那车坐不下，换一个稍微大一点的，就一起出去的时候能多坐。这是换的新车是吗？啊，我父母给我买的，就是他们现在缓过来了嘛，哦，就提供我们一点好的条件。行吧，谢谢你们，请回吧。来，请关门。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，欢迎大家登录优酷视频、腾讯视频、爱奇艺、搜狐视频观看节目的完整内容，请开门。来，有请我们的小话筒，有请，有请，有请。来，我们见证这对夫妻的浪漫时刻，各位请见证。没有谁能把你降临我身旁，你是我的专属天使，为我能独占。没有谁能取代你在。来来来来，礼物送给你们。来来来来来，谢谢谢谢两位，请回请回请回。谢谢老师，请回请回请回。我哪里还需要别的愿望？今天好像涉及的跟情感无关，今天这个应该起个题目叫成长的烦恼。我们是在帮助已经成为父母的人学会怎么长大，重新适应自己的角色了。来吧，了解下一对嘉宾的基本情况吧。各位请看。毕业后我已经在西安等了他一年，现在面临异地问题，我们俩经常吵架。我觉得他就是越来越不在乎我了，现在突然提出要异地，就是想方设法的要跟我分开。我觉得他对未来没有规划，花钱没有概念，我压力很大，我真的需要重新审视这段感情。我很在乎他，我不想异地恋，但是我现在也不知道该怎么能够留住他。掌声有请这一对，有请。男嘉宾小沈，23岁，来自西安，篮球教练。女嘉宾小罗，21岁，来自西安，学生。来，有请两位，有请。欢迎两位哈。前面听到了男生说这个女嘉宾什么花钱大手大脚诸如此类的，对吧？对。后面我听到一个信息挺让我引起我注意的，女嘉宾说什么异地了，是吧？嗯。可是资料上面都说是西安，你们能不能先把这个异地这问题先说清楚？怎么就异地了？现在就是因为他已经毕业一年了，然后我今年马上也要就毕业了，两个人因为之后工作的问题，就是必须要面临异地的这个。啊，那你现在在哪儿工作呀？现在在西安陪他读了一年了啊，然后是打算去天津的。哦，就打算来我们天津了。哎，对。你呢？我是就是之前一直在外地上学，想回成都老家。哦，
行吧，那就从男生的烦恼开始说起吧。刚开始的时候我们俩就像正常小情侣一样，吃吃饭，看看电影，逛逛街，很幸福。但是后来我发现他特别冲动，对于花钱那方面啊，就比如说买衣服，他看着好看的就要买，一次买个五六件，他买了不穿就放在柜子里啊，等新衣服上了以后再买新的，把原来买过的就收起来，但一次都不穿过，挺浪费的哈。就所有女生不都这样吗？而且我就一次买的那种价格也不贵，我也不是说买了就不穿嘛，那女孩子买衣服肯定要讲究搭配一下，这次买了你肯定下次要买练一条裤子啥的去配上一件衣服，就总不能穿的乱七八糟就出去，那也挺不好看的。哦，行行行，他说乱七八糟，那你说买衣服，他买一堆打底裤，你像打底裤黑的灰的那都有，他买的其他五颜六色的又不好看，结果他也不穿。我也就不是说不穿嘛，你都说的是打底裤，那都穿在里边的，你也未必看得见呀。而且有时候我跟朋友出去玩啥的，我也就穿，又不是说非得穿给你看才叫穿。是是是，我问个最核心的问题啊，他花的是谁的钱？花你钱了吗？没有，但是他花钱简直就是没有一个度。像有一次我们俩已经都快月底了，学生当时学生时期那生活费也已经快没有了，他看上一个墨镜就非要买，觉得好看，我就觉得他像买衣服一样，买了以后放在那儿，戴上一次就不戴了，但怎么劝也不听，最后买下来了就放在那儿落灰也不戴。是自己挣的还是花父母？钱就是有一部分是父母给的，还有一部分就是自己出去兼职挣一些啊。反正就提醒一句啊，虽然是自己挣的钱，说我自己挣钱自己花，但是希望有个良好的消费习惯。我觉得确实我们俩之间怎么消费是我们俩之间的事情，但是有一次我朋友请客吃饭，我和他一块儿去的，别人都不点，他非要点，点上一桌子自己就吃上一口，我觉得这不是很合适。这是为什么？就我看那次大家吃饭都没点喝的，我就想点上一扎橙汁大家都能喝，就还有那个蛋糕，觉得那个蛋糕特别好吃，我就想点上，结果后面吃饭啥吃太饱，我就觉得就不能一口都不动，我就吃上了一两口。如果人饭店肯卖一两口，我就只买一两口，但人家只能一块那样卖。你吃完饭你可以跟我一块，我可以单独给你买啊，对不对？自己也知道不合适了是吧。再一个就是虽然说他没有花我钱，但是我想他也不能这样子花钱大手大脚，也没有一个度量。那有一次花钱花就是太猛了吧，他们家里就一下透支了三个月生活费，然后不是透支谁的三个月生活费？家里问家里要了三个月生活费。他总是这样子，我觉得让生活压力会非常的大。我跟你说啊，这就是很多这个老年人，像我们这样的老年人就经常会说到消费观的时候就说咱们量力而为。为什么一说花钱大手大脚，虽然我们没有权利说的对吧，男女朋友，但是我们会想，想起来就很可怕。因为当一个人的消费习惯养成了这种习惯之后，可能会对生活带来很大的改变。我相信这是男生的担心之处，对不对？对。那你今天来好像也是有委屈的对吧？对，就是他就之后非要去天津工作，但是我又不想异地。你也来我们天津啊。但是我就是觉得在外面上了那么多年学，还是想最终回到家里的身边。那你就去成都呗。因为天津家里这边有人嘛，有亲戚，然后也有很多朋友，因为我也刚毕业一年，我想着来这边可能机会多一些。那我就替他问一句吧，是你这些朋友重要还是他重要？那我肯定也是想着有更好的发展，为了我们俩更好的未来嘛。我觉得他说的这些就全都是借口，就是以异地为借口然后来跟我提出分手。我觉得他真的就咋是借口呢？就他现在就越来越不在乎了，就我感觉我在他心里就已经没有啥位置。他咋不在乎呢？就我平常挺喜欢出去旅游的啊，去年暑假然后我就提前订了去成都跟海南的机票，然后我就想着我俩就是
这样啊？对啊，那要放外头还不马放南山了，对吧？而且他老喜欢先顾及其他女生的感受，就不会先顾及我的感受。啊，比如呢？就我俩平常挺喜欢一起玩游戏的。啊。就有一次我玩游戏上线叫他，结果我看他已经在游戏中了。嗯。他跟其他呢？进入丘比特问卷。对于消费观不同的这个问题，我是有一个一直有一个自己的见解。我觉得，我们尊重各种各样。男孩在一年之前有没有跟女生说，一年之后我要回天津，有吗？说过。当时女孩同意了吗？没有。其实很多事情呢，这个结果可能在一年之前都已经注定了。男孩的心思其实很坚定的，到时候了我还是要回去。你不会因为这个女孩的挽留或者你们俩的感情做任何的改变。其实呢，你要坚持住这一点就可以了，不用为回天津这件事情再找一个借口。而这个借口是什么？就是这个女孩的消费观我不能认同。其实坦白说，她并没有做什么过分的事情，也没有花你的钱，也没有说完全是入不敷出的这种状态。很多爱情可能就是无疾而终的，我们不一定非得把这段结束要找到一个理由，我们更不应该把这段理由是推卸在对方身上。所以呢，给你们建议可能是先分开，千万不要强留，因为留也留不住。分开之后异地一段时间，如果真是感情就没了，那你们选择是对的，对不对？如果是你们感情还在，那你一定是要在某一个时间节点去商量说我们到底谁投奔谁。如果真是做到了男孩投奔你，也有可能你会投奔这个男孩，那说明你们感情的坚持是对的。所以无论对错，现在顺其自然，异地一段时间，看看你们感情经得起经不起这个考验。
好不好？就这样。姑娘，其实不用我们多说什么，你心里很清楚，这个男生的心里已经没有他了吗？我是真的很喜欢你，但是我是也是真的不想就是异地，但是我现在就是选择面对这个问题。
因为我喜欢你，所以说我会为了你再去努力。如果你一定要去的话，我会为了你考研考去天津，就是之后还是想跟你一起一直走下去。但是也希望你就是能找回我们之前那种感觉吧，对我也重视起来。我觉得异地不是问题，因为异地真不是问题，我觉得是也可以说是对我们俩的一个共同的考验。所以说我再想一想。这就我们看出来一个真实的关系了吧，在这关系当中，女生比显然比男生更重视嘛，男生到后来也没给一个承诺嘛，也不轻承诺是挺好的啊。行了，两位都冷静一下吧。啊，来吧，请拿箱子里的记忆。我看男生放在里面的这个记忆是一张车票，是吧？对。什么意思？因为我觉得现在交通真的很发达，而且我其实心里真的特别喜欢他，因为我俩在一起也一直都4年了，我可以去看他。好，明白了，就异地。我还会守护着你，是这意思吧？好，女生，你那给的什么呀？什么记忆啊？我那是一个就是狗证儿，我俩之前在一起的时候就一直说想养一只狗，就是我现在去宠物店买了这只狗，还是希望我们俩以后能在一起重新开始，就是养一只小狗。行，请回吧，两位。来，请关门。好，来吧，看这里的选择，请开门。行，热了就好，啊！来，有请我们的小花童，有请。好了，下面我们见证你们的浪漫时刻，请见证各位。像天津，我是肯定会去的，但是我觉得异地真的不是问题，因为我真的非常非常喜欢你，我也会好好努力，最后我绝对会来找你的。有谁能取代你在我心上，只有一个专属天使，我哪里还需要别的。来来来来，这些礼物要送给你们啊，希望你们这个爱能持续吧，啊，真诚的面对自己，面对爱情，好吗？谢谢你们，请回。年轻人有那股不服输的精神头，挺好的。衷心的希望每一对有情的爱人能够白头偕老。让我们一起进入伊贝诗爱情保鲜期。有网友提问说，男朋友总是跟我说他有一个关系特别好的异性朋友，这个女生呢跟他从小玩到大，并且他经常告诉我，这个人的醋你不能吃，如果吃他的醋咱们就没有必要继续相处了。我就是想不明白这种情况正常吗？我真的不该吃醋？不该吃的醋也要看醋的浓度到底有多深。即使是关系再好的异性朋友，当得知我的朋友有了另一半的时候，也应该主动避嫌，不是吗？祝你幸福。我们的节目是由保湿护肤领先品牌药保湿伊贝诗冠名播出的，伊贝诗纯净水，纯净保湿，实时水嫩。如果各位想参与我们的节目，可以关注伊贝诗官方微信，或者到伊贝诗的线下销售网点进行报名。古方鲜红糖现熬更新鲜，感谢我们的首席战略合作商古方红糖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。我们下期节目再见，谢谢大家。